把炒好的豆瓣酱、干豆豉、辣椒捣好，再来点食用色拉油。现在呢，都给我给个炒料的。来，你看，啊，正确的20分钟，和合适，粉蒸肉、鳟鱼的不少一层红薯、地瓜，20分钟到了，倒入炒好的辣椒粉，来倒入深泉水。 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上这儿蒸5个小时。哟，这个肚子有点造出来。呀，味儿挺出来的。及时一到，咱们这看来，万圣节来做之前给做准备，就是给你整。虽然我知道你在开大批，但是你把这事儿弄一份，及时一到，关火开炉。哎呀！哇！ 停！
反正我葫芦马上死，蹦起来，哦，绝对是井底之蛙，疼，筷子都花，你想想，哎，再来一筷子，啊不，这个他们的，你想想。 这个普拉斯多少？啊，哎，这个兵哥，别外屋上了嘞。必须的吗？只能说太香了。嗯。各位，都吃点肥肉，不能吃这杆儿。不能点点，我真的。这块给没？哎呀，好吃。老雷，怎么那么有鱼不能吃呀？啊，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吃。 老雷，是你漂亮，还是我听不到的呢？站住，我的话！哎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就是一个了？别人调侃我就算了，你还调侃我了，别人不能自取了，这辈子都不能自取。飞天，你的饭好了没？咱们吃了，咱去外边吃去。走。嘿，等我也吃，我过飞的。老子在吃棒棒糖，你教我飞天呀你？还好不老雷，今天咱们一坐，剁椒鱼头，放入葱姜，来两片飞天的飞天。 一滴都咸盐，少许胡椒粉儿，抓拌均匀，腌上15分钟。开始和面。不知道我站你旁边一截。老李才飞哥的面，绝对不老道。起锅烧油，放姜末，放蒜末，放剁椒。好嘞，好嘞。都是家常，放姜的好油。鱼也好啊，下面带上几双筷子，这样方便空气流通，这样手段均匀。 锅，兄弟，这个鱼有点小，咱们蒸了3个钟。兄弟们，时间到了啊，开盖出锅了。哎呀，来点小葱花。哎呀，看出来吗？ 是黏糊，这是，不带大肥的，这是少。慢点，你怎么这么多吃呢？你也不能吃，留着锅。嗯，这鱼头也没啥吃啊。哎呀，哎呦，那我看看怎么样。 鱼不够，咱要面的，干嘛呀？你太……不行，你要加价，不行，我来给你升个炸鸡啊！还拖点啊？啊！啊，对没有？太复杂了，面没也准备呢。都没。你不能这个太香，快快给我吃。我吃，我念，两个慢一点，我不可能我吃。 这比那面都好，你看。不行，这一号两条鱼，你吃多少好吃？俺麻辣的好吃呢，那蹄花炖好吃呢。呀，你们这家烤出来肯定美。呀，这老雷哈都回来，都快300斤了还吃着呢。这肉真鲜。哟，多会儿回来呀？那你这花都谢了，手上边有鱼籽了吧？咱俩吃不说。 左右你一下一个粉点儿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个沸腾鱼，剩下的再炸个鱼块。怎么又刺儿啊？鱼之大，一锅炖不下呀。嗯，那咱们刺儿有这鱼？对，没啥刺儿。我的妈！开始腌制鱼块鱼片，少来点咸盐，再来点五香粉，这边少来点，葱姜搞一套，搅拌均匀。飞哥，哎，来。 这才对嘛！去腥，葱姜搅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已经腌制好了，开始上浆，来两个公鸡蛋，再来两个母鸡蛋，再来两个咸鸭蛋，先把鸡蛋搅匀，红薯淀粉。不算酒了嘞，我就这样烧了都能吃。啊，行行，你一会儿喝点鱼块来。这样烧我吃都能吃。鸡蛋粉，真的好呀！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！不用谢呀，看看看看。开始酱鱼片，盐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十三香、黄酸、无油。
造物弹圈，施肥，管理它。这鱼片一片片的看啊，你过来，来过来，对，对它温柔一点。起锅上油，葱姜蒜，咖喱头，自制火锅底料，咖喱头，花椒干料，干辣椒，咖喱头，情感西部叶，咖喱头，加入清水，味精、鸡腿、胡椒粉、白糖，咖喱头，生抽，咖喱头，不要掺的蚝油，咖喱头。这汤已经煮好了，把料渣捞一下，煮一下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煮好捞出。放入蒜末儿，放入干辣椒、花椒，放入芝麻，最后再来点葱花，点缀点缀。走，开饭！这汤大不大啊？来，飞哥，最大的给你。哎，巨龙井，巨龙井，那真美味的鱼。一吃，那只龙多少米？全大点，那么大。嗯，他们怎么煮的？这锅汤没煮，他们煮这锅鱼，味儿香，麻辣的。喂，龙井吃鱼肉要养吗？你啊，你这人都吃龙井，我就吃喜欢吃鱼肉，你该不养吗？你，拿回来不养，拿回来不养。不用了，什么？这东西是黑山人吃的，只能一半多吧。真是美。你看这格子还操作黑山人，真是火。嗯，黑山人。嗯，就是植物的感觉，没有植物的感觉。嗯，对，想喝点麻辣的，太不错了。这比那个面都高，你看还能往这么的吗？你看这个真的不好吃，好吃好吃，真香。那再多摘几片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摘一个。